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是克利夫兰骑士队的主场，是詹姆斯的故乡。看看花儿都开了，夏花浪漫呀。这是克利夫兰的一个一角小地方，看他们的建筑斜顶，因为这边会下雪啊，靠近那个五大湖区啊，房子植被也非常高大，天高云阔。皮卡，美国这边皮卡实际上是非常受欢迎的，我们走一走看一看。绿草青青啊，植被茂盛，树也是有很多年的树林了。在草地上散散步，天气温度也可以。温度我们看一下，克利夫兰现在温度是多少度？88，也是挺高了。你看，这是黄色的花儿，花儿都开了。在阳光下还是温度不低啊。这是他们的公司，还有仓库、车间。然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宝马摩托车，看骑士服头盔放在这里都可以。大家在这边上班可以比较悠闲一点啊。比较悠闲，天高云淡。看这个，有很多都是有一个星条旗下面绑一个黑色的这个旗。这是企业的旗吗？有些不一样啊，还是人们常说的大树底下好乘凉啊，就是因为有大树所以才好乘凉啊。这是工厂，我们看看这边的仓库和工厂。
也是一二三，也是轰隆隆啊。这里是在克利夫兰，不一样的机器啊，机器声轰鸣。